十二变怎么样的变，记住四个字的口诀，一个字阳光上边，第二个字阳光的下边，第三个字阳光它的左边，第四个字阳光它右边，阳光它的上边，再过它的下边，阳光它的左边，再过右边，两个手一拉，一直往下这么它，一下它就在变，就像小空调，然后一个字阳光上边，第二个字阳光它下边，第三个字阳光它的左边，第四个字阳光它右边，阳光它的上边，再过它的下边，阳光它的左边，再过右边，两个手一拉，一直往下这么它，一下它就在变，就像小空调。变怎么样的变，记住四个字的口诀，一个字阳光上边，第二个字阳光它下边，第三个字阳光它的左边，第四个字阳光它右边，阳光它的上边，再过它的下边，阳光它的左边，再过右边，两个手一拉，一直往下这么插，然后它就在变，它就长红条，然后一个字阳光上边，第二个字阳光它下边，第三个字阳光它的左边，第四个字阳光它右边，阳光它的上边，再过它的下边，阳光它的左边，再过右边，两个手一拉，一直往下这么插，然后它就在变，它就长红条，然后七十二变怎么样的变，记住四个字的口诀，一个字阳光上边，第二个字阳光它下边，第三个字阳光它的左边，第四个字阳光它右边，阳光它的上边，再过它的下边，阳光它的左边，再过右边，两个手一拉，一直往下这么插，然后它就在变，这就长红条。然后一个字阳光上边，第二个字阳光它下边，第三个字阳光它的左边，第四个字阳光它右边，阳光它的上边，再过它的下边，阳光它的左边，再过右边，两个手一拉，一直往下这么插，然后它就在变，这就长红条。然后顶着就能变，它叫十拱桥。